们要来介绍我们配友的一个男在主持人婷婷。谢谢我们的小朋友，谢谢你们精彩的表演，超级有礼貌的哦。好 ，OK， 我们呢非常感谢各位今天这样新动模型的整合的魏福大楼。那现在呢，照顾到在地的老老小小，还有呢，这不只是我们的期待，更是我们当地大陆城乡建筑师事务所的建筑师林辉博林建筑师，欢迎林建筑师好。还有呢，和花营造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也在现场，欢迎陈新瑶陈董事长，欢迎陈董事长好。一栋完成，这一栋预计在明年的四月会来完工。那最主要，它从我们地下一楼，地上有六层楼，一楼到二，地下一楼到二楼，我们会提供给卫生所来当办公、宾舍以及看诊，还有不老健身房。我们呢，三楼会给我们育婴中心，四楼会给日照中心，那五楼呢，我们会提供给我们的亲子馆。六楼就用我们家庭福利中心，最主要完善于我们从我们出生一直到老的整体的一个这个社会福利，那就是希望我们长辈在地安养，孩子得到最好的照顾，年轻人努力去拼事业，那晚上回来之后大家又回去处理规矩哦，这就是我们希望建立的一个宜居的一个环境。谢谢我们卫福部这栋大楼补助了我们1亿500多万，县政府拿出了7000多万，所以总经费是在1亿8000多万的一个经费，把这个地下一楼跟六楼给这个建立起来。那届时呢，大家呢完工之后，我们呢就能够完善我们这个银发跟老这银老幼的一个共荣的一个这个环境哦。那我想会提供给在地青年朋友更有利，因为呢老的小的都帮你照顾好了哈。国发会来视察的时候，国发会他也想，这是彰化的模式，希望卫福部依照这样的一个模式哦，到各个县市去推广。10月3号即时举行彰化县北斗镇卫生所暨长照社福大楼新建工程上梁典礼，主典者彰化县县长王惠梅王县长率全体与会贵宾敬备素果石串，焚香敬拜。虔诚恭请天地诸神、土地公、地基主等众神职降福领受，祈求保佑上梁大吉，工地人员一切平安，工程顺利圆满。其安人彰化县政府县长王惠梅王县长率全体工作人员同颂，请三拜，一拜，梁柱稳固，再拜，新建平安。之后呢？接着呢，请您在我们的上梁大吉的红布上也帮我们签上您的大名。他谁呀？不倒追敌。好，接下来呢，我们会陆续来给大家介绍哈。好，介绍我们首先呢，也要请我们的就是现场的大家。好，来比个赞哦！美好彰化，幸福北斗，赞！啊，小朋友好可爱。